子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关了。杰克也不是以前不是这样学坏，他本来哎、欸、好爽哦、喔，真的可以哎、欸。风筝，他只是开关被打开了。没有，风筝在追我，风筝在追我。我开关，就是没有开关才要装开关啊，不然怎么说开关被打开？对啊，可能是按钮，也不是开关。OK，, okay. 哦，你是按钮，不是控制杆啊。我开了，不要被卡住了。欸那风筝被打坏了，小孩子的梦想。哎、欸，救命！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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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啦，有啦，这里有那个啦，小木马可以玩，小木马。嗯，风筝被打坏掉了，会掉。好酷的哦！这还是会出来吧？不会啊！我靠，四只哭公围在那边怎样？不会吗？哎、欸，安德，安德，安德。哎呦，安德，安德，8.6。安德啊！啊，我又开始打嗝。好了，不是那种一下那种。哦，有珍珠哦。啊，安德死掉了。珍珠有珍珠。有没有水桶？水桶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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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我身上也有啊，白痴哦。哎。哇，你是要欺骗？谁的感情啊？没有啦，一百次了吧？欺骗社会大众，你的登报道歉哦。哦，哇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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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、哦欸！要哦哦，两个两个两个，风筝有风筝有风筝。我们现在就不叫叶妹，叫他风筝嘞、欸。风筝，来，让我勾。风筝下来，我加肉一样、啊。勾。肉肉肉肉，有僵尸你干嘛？风筝，风筝下来了。风筝声，你风筝声。嘿嘿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勾到了。啊、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走了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小机器是会跳过一格的东西吗？会啊，会啊。我就是，可是我看他看我还没动哎、欸欸，怎么会有真的有屁孩在跟我抢风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有屁孩抢风筝，不要死了啦，快救啊！好好好好好。哎。怎么打不到、啊？我今天有点空位。快点，救我！我今天真的是密室哎、欸！哇，被风筝撞死了！风筝炸了！哇！欸、风筝死掉之后我好卡、哦，我怎么会？啊啊！1.13的问题会这样子哦？真的啊？类似。喂，勇。哎、欸、我刮到了，我刮到了。你刮到风筝了？我刮到风筝了。我要来做小鸡骑士博物馆。我小鸡哎、欸、外伤，为什么一出来就哎、欸、风筝风筝？我正在大做梦、啊。有人看到风筝卡在屋顶了？有人看到我的衣服吗？没有，没在我这。哎、欸，在我身上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抢我衣服？你为什么扒他衣服？他掉地上我就捡起来了。哦，谁扒谁衣服？风筝飞太远了。风筝扒我衣服。干嘛啦？风筝，风筝上去哦，不要掉下来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我们第五集就可以下一个标题：什么在麦块中被风筝撞死了？下来啊！会哦，大家都比我们还会，真的真的。有九颗钻石，三颗炼狱。哇！有没有小鸡奇异博士？小鸡奇异博士。小机器，他死掉了，风筝都死了，哇，死光了，哎、欸，对啊，那我们今天的海底遗迹，一回他就死掉了，不是海底探险要等喵哈再去吗？好啊，就海底机，对啊，海底机，不，今天没了、啊，那这样我们今天死啦，好生气哦，标题要换一下，生气，今天要做杂事，生气，对不起，团团救我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死了，大太久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死在哪？我又死在你旁边啊！你 是我的衰神啊！天啊！哦，看到了哦哦，哎、你看着他啊！不说打安德，打一打打到安德呢？欸、安德，我有啊，我打死了，安德，我的东西再还我一次。好。
哦，真的耶，死掉会卡，那我不死。嗯，我听到风筝的声音了。有啊，在旁边。啊，白痴哦！我早知道穿铁装，我穿什么金鞋子而已啊。金装没有，我就是坚持在穿金鞋子在玩生存。小雨，两只风筝在外面找你，你有客人？没关系，他们进不来。客你有客人，你不接应一下吗？接客，接客喽，接客喽，接客，接客喽，走了走了，接客接客，小雨接客喽，小雨接客喽，接客喽。今天晚上好多哦。对啊，今天晚上那么多啊。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没睡觉啊，是好大家都没睡。哎呀，可是我一死过，他还会杀我。哎呀，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他仇恨他的是怎么算的。对啊，仇恨他会就是几率越来越高吗？嗯。所以你们被掉了没有？没掉你，哎、欸，原来现在有一只风筝是在打我。正义从天而降，风筝从天而降，风筝起来哦，安德拉啦！感谢咪姐续订。哎，安德，你有今天哦，你有今天哦。天啊，这个要打开啊！你掉太慢了。音乐告示牌要怎么插？对不起，就插上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告示牌怎么插？又不想，就插上去就好，这样就好吗？很新手的问题，直接往地上插，行行行，对啊，可是我这样掉不起来哎。你上面没有那个啊？你没有地板门啊？有啊，你的地板门在哪里？有啊，有啊，这里不是一个地板门，那个是压力板。哦，对的。哇！你问新手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盲肠啊！多盲肠啊！哟，那个东西叫做压力板，它不是地板门，突破盲场啦！好事，尴尬，有点尴尬。我就说嘛，杰克哦，还不练？对啊，站不上 POE 啊。好多都不练呢、喔，三十级的还没过关就想玩别的，有啦，就是照过了第一周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小鸡骑士他跑出来了、喔？去哪的？那个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还帮他做观赏区，他就跑出来了。啊！去哪？啊！啊雷达！有个盾牌，对呢。好，我要把鸡引进去。狗狗鸡，狗狗鸡。啊，最少的木头。掉起来快多了。哪个东西压着好了？哎，为什么会有鸡在路上跑？就原本是鸡要关进去，这是鸡要关进去，两只被杀了啊。对啊，鸡不理我哎。狗哎。目中无人、欸，过来看我。鸡不理团团，狗不理包子。对啊，不理我哎、欸。哎哎，没有魅力啦。他眼中没有我哎、欸，是因为长得不像鸡吗？你也长得像鸡吗？你想要长得像鸡吗？你想这样啊？你想你这么像鸡哦、喔？哎哎、欸，那不然换人来拿看啊，影月。干嘛？你拿这个看看他会不会理你？嗯、我在用钓鱼机，没空啊。有空啦，引一下到里面而已。没空啊，哦、快点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快点。强力四，燃烧二。快点，那不然你起码把种子还给我嘛。哈哈哈哈哈。干嘛拿走？封印四，可是有绑定住。嗨。那就只能武器啦。嗨。他不想吃种子了。感谢续订。这个时候你才来理我，我没东西耶。来，给你吃。嗨，门田。哎、欸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不要再死掉。只会吃别的种子了，真的假的啊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种子那么多要干嘛？喂鱼哦。哇，这只鸡是瞎的。难怪你没有眼。推他两下、啊，搞不好他就会动。不是，
人家吃饱了嘛？对呀、啊，我什么剧哦？硬掉吃。好啦好啦，不进去我就把你杀掉。哇哇哇！小哇，猎机动宝，恐怖情人，哇，恐怖情人，我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，好不好？人家不听你的话，就把他杀掉，把他杀掉，然后再把他马上处理掉。哇，又有新的标题了，太恐怖了吧？又有新的标题，什么团团竟然是恐怖情人？以为是暖男的团团，居然是。惊叹号问号、欸！我有一个草地也是安德手上的，我把它收起来。哎、欸，不得就把它杀掉！哇，太可怕啦！放哪里啊？我觉得我们的箱子也是蛮摆的蛮奇怪的。对，现在完全不知道规律是什么。看一下1.13的材质包。你要看那个整理的那个人打回来，就是。就是哈基的规律，这看起来不像是哈基的枪子啊，感觉不太像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台钓鱼机快的快变成鞋子了？还好啊，刚刚看起来有点像厕所，至少现在像鞋子。哦，现在至少是一双的啊，可以啊。这个材质包摔伤会叫哦，我这个材质包，哦、嗯，摔下去会啊啊！啊什么材质包我要玩、啊？太神秘了！啊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不是我啦！你摔倒是不是？原来是好几层包啊！我被哭公射一下，哎呦，谁啦？怎么两只啦？怎么毁了？阿信，我要那个材质包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叫？等一下、喔，不是我在叫，不要叫我叫好不好。做一个哈基材质包，哈基哈基哈基材质，叫一下叫一下。啊！阿星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他叫三次，哇！太惨了吧！阿星，我也要玩那个材质包。等下，我要怎么传？直接丢 DC 吗？你直接丢 DC 应该可以吧？等下，我那个图拿不到。好，我等一下弄一下、喔。现在我们有一号员工、二号员工在努力的钓鱼。对，在钓鱼，在这一个面试室里面，我看你的进度如何啊？偷看人家箱子。有三本附魔书，你可以帮。你为什么钓那么慢？哎、欸，我。这老板好凶哦！档案太过大，那怎么办？档案哦，要钓鱼档案。那你有那个吗？下载的链接？我问一下哈。没关系，来来来，不要，不要激动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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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才刚开始，你刚开始一掉开就坏掉、哦，我拿一个耐久只有三还四的而已，要不那个耐久直接耗完，直接不用完，哎、欸，我掉到鹦鹉螺的那个，我想要掉到鹦鹉，吓死我，我记得鹦鹉螺的壳啊，是可以做什么深海什么的。你要有海，要加海洋之心啊！要海洋之心，对，我记得可以从八颗才找宝。你问一下哈，嗯，我身上会有三个水桶。冠老板，这不是冠老板吗？这是凶爸爸老板吗？凶爸爸了，没办法，麦块没有办法。笑的，人物内建吵架，只能用打人来示意一下。示意什么啦？你们画个示意图啊！他见你这样子受得了哦，他这个书柜。对啊，所以你们看到我这一集都在外面吗？可是你为什么不要哦？放这里就好啦。什么东西？你这说什么东西？我回来了。书柜啊，你这书柜放这里就好啦。你旁边多一个，这里放在这边没有，还在收集啊，这样不够吧？又没满。哦。还有说你放在这里就好了，应该很轻松，看见这样子，按错键，有没有好一点点？我是觉得没有，好吧？对，我弄错键了。看你去哪边转，上面还可以偷看两个员工在工作。我是三号矿工，就看快工作。三号矿工，快工作。叫你怎么了？啊？你为什么要楼梯？我按错了。你上面不放楼梯？不是用木头的啦！啊，我走，气死啊！啊，看来矿工也不适合我，钓鱼工也不适合我、欸，哎，要走没有适合你的工作，走路工吧。
那雨月是什么工啊？啊，我是监督。雨月是老老老什么啦？看来我也蛮适合当监督的。老公公啦，我也适合当老公。不要！哎呦，库里帕！不要一直对啦！好，你这监督有点过动哎、欸。大家训我。一直对。我在看小雨怎么做。为什么？那他不会留下？哎呦，要之后才盖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你现在脚下。